大家好，我是陈文平。我们今天讲一讲宇宙动态的这一方面。我们平常走到户外去，一半的是天空，一半是地上。天地轮替了以后，我们一半是白天，一半是夜晚。那这当然都是因为天体在动，地球的自转，还有我们绕着太阳公转造成的一些变化。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所学到的历史、地理，甚至于物理、化学，都是地上这一半，都是人的这一半。而天文学研究宇宙跟天体的本质、来龙去脉，是研究天上的那些事情。在上面这张图，我很喜欢，它叫做 Earth at Night，它是把各个地方的夜晚拼起来的一张照片。事实上，不可能，地球上全部的时候都是夜晚，因为总有半个球是亮的。所以下面这张动画，我们就看到地球在自转。我在左边这张图把台湾放在左边，随着地球自转呢，它就会转到右边去了。当然，对于太阳来说，照耀的那一面，我们台湾各个地方都一样，就会从白天变成晚上。那这个 Earth and Night 是一张很好的地理教材，因为每一个光点它就是一个城市人口。那个国家集中的地方很值得大家仔细来看。那除了地球自转造成的一天一天以外，地球也绕着太阳的公转，所以在一个晚上，我们其实就看遍了天空，只不过有半面是白天看不到星星，晚上才看得到。随着地球公转以后，到了过几天一个礼拜以后，我们看到的夜空就稍有不同了。一年当中，我们在半夜也会看到不同的夜空，而所谓的天地轮动的这件事情，在《三字经》里面就会讲到东西南北、春夏秋冬，然后日月水火木金土的这些轮动，分别表示了太阳 （Sun Day）、Moon Day (Monday)、日月、火水。木、金、土，星期一、星期四、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等等，很好。右边的这张动画，它在大小跟距离不成比例，可是时间上是成比例的。我们看到中间的太阳在转，另外有水星、金星，还有第三个这个地球啊，我们看到它绕着太阳在动。另外，在地球旁边有一个很忙的这个呢。就是月球，它每转地球一圈呢，就是一个月。我们看到左下角就看到了月相一个月。另外，在外面还有火星，另外还有木星、土星。火星跟木星之间还有很多的碎渣，很多的小行星。另外还有，我们看到木星跟土星都有光环。另外还有天王星、海王星等等。这就是我们太阳系里面的天体运动的情形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在天球的北极是我们地球自转大概的方向，所以在一天当中，我们就看到天体看起来是我们自己在转，可是我们就看起来好像天体会绕着天北极转一圈，日跟月也会一样，所以这个我们当然就一天，这一天就是地球自转造成的，造成了天体东升西落，而日月加上火水木金土呢，用来古人认为它是一个星期、一个礼拜、7天的天体轮动，而月球绕着我们地球是一个月，地球绕太阳是一年，所以我们看到天、月、年、星期都跟天体的运动是有关系的。而天体事实上，比如说天上的恒星，它在天上的运动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有两个分量，第一个是垂直在天球上面，一个是投影在天球上面。比如说我们看远方的东西，它在动，我们可以算说它每一段时间到底移动了多少角度。这个在天文上面，我们把它叫做自行运动。所以如果这是地球，我们是观测者。我们就看到远方的恒星可以往这个方向移动，我们所量到的就是移动的角度。
另外有一个运动，它是垂直于这个运动，是镜像运动，我们眼睛半径的方向，视线方向的运动，这个方向我们是看不出来它的动的那个角度，可是呢，我们可以利用杜普勒效应，我们可以测量出来动的快慢。那距离我们比较近的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自行运动呢就会比较明显。这一个例子就是离我们近的汽车，它跑过去，我们看它移动的角度好大，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运动。而同样一部车子，如果在离我们远的话，开一样快慢，我们觉得它动的角度就很小。譬如说，天上的织女星，它离我们25光年，它140万年，它才移动一度。一度是整个圆周360度里面的其中之一，360分之一叫一度，好小好小的角度，140万年才移动一度呢。所以天上的星星，它在天上其实都一直在动，远的就比较不明显。所以以刚才的自行运动来说，现在的北斗七星长这个样子，对吧？我们看到像一个斗勺一样的七颗星，过了10万年以后，每一颗星它的自行运动其实不太一样，它就开始变形了。10万年以后的北斗七星就不再能够像一个勺子，它就不太能够装水了。所以让我们做一个总结，天体因为彼此的力量交互作用以后，它们就会动。我们平常走路散步的话，一个钟头大概走4公里，开车的话一个钟头时速啊大概是40到100公里，对吧？看高速公路还是一般的公路，平常的喷射客机呢，时速可以达到数百到1000公里。子弹1秒钟就可以走1公里了，乘上3600的话，就变成时速是3600公里。所以子弹跑得很快啊。地球绕太阳的轨道，大家都在太空里面运行，没有空气阻力，我们没有觉得它跑得很快。可是事实上每秒钟地球绕太阳是30公里，一秒钟30公里乘上3600的话，时速就是10万公里了。所以这些十万以时速来说，比我们所知道的子弹所知道的客机快得多。而我们地球绕着太阳，而太阳也绕着银河中心在转，每一秒钟甚至于可以达到230公里这么样的快的速度，一秒钟就走台湾的从南到北走一半以上了，所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。比较近的我们能够察觉这些运动，比较远的当然就比较查不出看不出来，要用精密的仪器才有可能。所以这验证了一句话，易经里面说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就是说天上的东西其实都一直在动，我们人当然也要不断的进步了。好，今天说到这里。